机可以摆下面。是正常的吗？是。你那边，你那边，你看你那边还有一个 pub， 就很可怕。你看能不能把它直立下来？错过了。Hello。请问，我开台了没？我开台了吗？我开啦。清楚吗？清楚吗？这是子子的手，你要入镜吗？先不要，这是一个秘密。啊？是哦。怎么好像还好？为什么还是糊糊的？它会这样抛进来，太可爱了。这是 Streamlab 的，好用。那我明天要用这个。那有谁可以去订阅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吗？这是什么？我的左上角这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你左上角？哇，是 BF 的键盘，没错，我行。没错。啊？就是退去的那个 subscribe 的那个，有人要跟你们打招呼。对对，你们看我偷吃了子子的空间，然后我又偷吃了六探的空间，结果然后我整个主机都是放在六探那，因为卤蛋跟六探他们带笔电，所以他们用不到那么多的空间。是哇，新键盘跟 B friend 的键盘，然后这是他的。键盘，我的旧键盘。你看烂键盘，烂键盘，烂键盘。这是 B friend 的键盘，为什么有点累格？我该不会手机快要宕机了吧？哎，我的 logo 嘞，奇怪 ，B friend 的潮 logo 没有，潮 B friend logo， 我是不是有点掉章？对耶，我好像有点累格，是不是我的手机快不行了？这是 B friend 的，然后你看 ，Cherry 的轴，然后我要重开一次了，帮我拿，请帮我照，照什么？照五开箱，可是它是不是有点累格？是，我是不是快要宕机了？不会，不用担心。是吗？6 Plus 没有这么烂，虽然它蛮烂的，但不会到这么烂。是吗？可以，可是要往后拉一点。好。哎，不用，我后退就好。炫。哇，是放手腕的地方呢。我觉得这东西很好用，我现在家里键盘也有这种东西。没错，没有错，就让键盘跟手没有断层了呗。就不会觉得这里很累。上盘是绿的，然后它有附这个，就是有一层薄膜防尘的。哦，是哦。对。看到有，拍出来，拍出来。哎，他送款2000多哎，而且送款2000多哎。不行啊！我发现我的线太短了。什么线？我必须把主机放在桌上。哈？你没有办法放吗？屏幕的那个线，你没办法放地上啊？请问这把型号是 M， 型号是什么 ？MR，MKER，MK， 干超反光，超看不到。MKER， 需要消对焦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最好是对得起来，放屁。MKER， 看你是小叮当哎。谢谢。变出电源线哎。电源线那是 HDMI 线。它上床是稳的啊，你拿着一下。稳吗？干嘛？它上床是稳。帮我，我再拍它枪。够了，可以了。
那、啊、现在是要？我在拍箱，帮我，因为我必须要开台。在拍啊。我是油条啊。啊，他们说啊，北吧北北北北波浪鼓，他是油条。没事没事，继续继续。要我帮你讲完吗？不用不用。九个。不会怎样，就是它蛮轻的，虽然就是茶轴比较没有像青轴一样那么轻，不过它蛮好打的，也没有那么好。开箱吗？对，千玉的茶轴哎，看起来也太想买了吧。好，再演就多了，谢谢各位。这就是今天的开箱，是一直掉章吗？大概就这样，我要先关了。因为现在场内，现在场内非常的不稳定，就是每个人的网路都有点怪怪的，然后所以我现在是用手机开。女生是谁？女生是子子，她坐我旁边，但是她说她现在不要入境，有视讯吗？我不知道是要怎么反转荧幕哎。哦，好大的脸哦。哇，好迷幻的画面哦！拜拜。